吗？对，这样放，就这个鸡精少一点，多一点麻酱去。芝麻酱、蒜。马上四点了，我现在要去吃一个午饭和晚饭的结合，叫午晚饭吧，要去吃一个麻辣烫。我们现在在群里啊，就吃一个也是比较出名的麻辣烫，老式的砂锅麻辣烫，哈尔滨最贵的麻辣烫。不是我说的，是网友说的，他家我们2018年的时候也拍过，今天刚好想吃它，等个奶茶。哎呀，小胖也瘦了，买了个沪上阿姨的冰美式，早上喝了一杯黑咖啡，喝得我全身突突，完了又点一杯这个，差不多啊，以毒攻毒。其实我想喝奶茶，但是呢还不能加糖，没办法，我就选这个了。哎呀，喝一口得去拿菜。你不吃啊？木耳，来晚了是不是？菜没多少，也不少了好吗？我吃点青菜、土豆片。煎鸭现在多少钱斤？21.8。21.8，这是魔芋啊，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这个煮完特别好吃。这个叫啥？不认识。他家应该算是这个麻辣烫店里面价钱天花板，味道就是也挺好的。这地瓜好红，拿两个。那肉多少钱一盒？牛肉。13。来点豆芽，来点黄面条，别的不愿意吃，就愿意吃这黄面条。羊排肥牛，要个肥牛。44。扫哪儿？8号。等会儿吧。杯子不错，低血糖的人不按时吃饭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就是两个胳膊都发麻，然后他还在喝咖啡。我大哥说这是糖尿病的前兆，给我吓得，我就去测血糖去了。大夫说你一看就不像糖尿病的人。这头像，我刘海头也是，看金城府小胖麻辣烫，8号。这样放吗？对，这样放，就这个鸡精少一点，多一点麻酱去。这煮的时候是白水煮的吗？那啥醋啊？好，芝麻酱、蒜，各种调料啊。我是鸡精要的少一点，其他都是正常放，醋也多放，因为三三不吃，三三不愿意吃醋，吃麻辣烫不吃醋，那好吃吗？这是要的肥牛，这些丸子我都不认识啊，平时很少吃，这个我认识，撒尿牛丸，不辣，加辣椒油。一辣辣椒粉，他说少放点可辣，吃两口就很热。我喜欢吃白菜，这种菜软软的，煮完之后特别吸味儿。它煮的时候底汤是有一点点红油的，是微辣的，主要是辣是靠这个辣椒面来调的。哦，是挺辣，但是到这里头之后好像被稀释了。贵是贵了点啊，但是味道确实很棒，再加这个麻酱特别特别香。我以前是不吃麻辣烫的，我总觉得麻辣烫埋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吃了一回麻辣烫，开启了大门，就觉得它特别香，好吃啊，架不住好吃。刚才说这个长得像草爬子啊，这好像是魔芋的一种吧，不知道叫啥名啊。像个大虫。很好吃，弹弹滑滑。这我刚拿的肥牛，加点辣椒。他家菜的品类非常非常的多，还有什么鸭肉，还有那厚厚的不知道肉饼是啥。面食类的我都没有拿太多，就拿了黄面条，正常的话还有方便面和粉丝煮起来比较好吃。这个魔芋节我也比较喜欢吃，蟹柳煮化了。我吃的又是一身汗呢，辣倒没有多辣，就是很热啊，很香，很好吃。这个应该也算是群里这边的话做的那种老式麻辣烫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我们走了，去元大买点东西，拜拜。小胖今天吃的麻辣烫，菜这块懊悔呢。我吃不开心，运动更开心，出汗，要把这身上消耗掉。我们楼下是没人住的。对，我们家楼下没有人，所以他在跳操，暴汗，40分钟以上才开始燃烧脂肪，一天跳一个半小时，就能把今天的吸收的热量基本上都消耗掉。拜拜。拜拜。36块多一斤，这就是2斤多。咱俩吃一个鹅腿。哦，闻到味儿了，好香。三三先吃。鹅腿好大哦。Hello， 我们现在是从我妈的家回哈尔滨，回哈尔滨的路上。然后我们又正好路过那个对青镇，我们就顺便去拍一下他们那个烤鹅。我们现在在哈黑路的一个加油站，并不是加油。因为三三紧张想上厕所，我们在这等着呢，也可能不上。这就是平时我们为什么
在市里出行的话选择地铁，因为地铁每辆都有厕所是最方便的啊。走了，走了，出发喽。现在好一点了，我们现在是在哈黑木，算是一个高速上行驶啊，等一会儿我们还要去乡道行驶下去。将右转，这里了吗？乡道还有14公里就到目的地。其实一共我们来就100多公里啊，开了好几个小时，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就买这个，正宗对青山李氏烤鹅。这怎么两家那边还有一个呢？到底哪个是啊？啊，那个走错了，走错了 ，sorry 啊。这个镇上卖的比较多，原青山李氏烤鹅店，这个是。哎呦。烤鹅、鹅翅、鹅头，你要吃啥？这能卖一半吗？啊，这啥？鹅胗、鹅心、鹅翅、干豆腐，嗯。来几个？来两个。对对，嗯。来两个吗？够，我一会儿就吃了。鹅心给我抓一把。144。可以，抹了4毛钱，收了144。整体的话，比我们在市里买的对青家的单价要低一点啊。这地方叫对青山镇，因为旁边有那个对青山。说是这边的鹅都是在对青山那边养的嘛，他们家是整个对青山镇最早的一家，也是最老的一家。刚才我看那个人买了5只鹅，买了500多块钱的，36块多一斤，这就是2斤多，咱俩吃一个鹅腿。哦，闻到味儿了，好香。嗯，好香，三三先吃。鹅腿好大哦。有人说他家咸，可能是我俩口重，比平常人口重一点，三三的口比我还重。我觉得味道可以啊，和我们买那个对青烤鹅味道区别很大，那个就是熏味比较重，这个就是香味比较重。市里的话我还是吃对青烤鹅，如果说我下回路过的话我肯定还会买。好紧实，这个鹅肯定天天晚上跳槽，这种鹅越大越香。看那肉里面是红的，看四皮腻吧，那不带肉的啊。我喜欢。怎么样，一直天天跳槽的鹅。鹅胗是55一斤，鹅胗好大的，咬一点嘛。肉，这个是比较哏啾的，就哏啾啥，就是有弹性，嚼起来筋道。味道先不说啊，真的是处理很干净。鹅胗它太大太厚了，本身还很硬，它化开这个是方便它入味儿啊。好吃，这一趟没有白来。嗯，鹅肝31一斤，1斤多一点，这个像不像提灯？颜色就没有那么的哎。就绿的，它不是卤的那种红红的，所以我一开始有点不敢买。鹅肝味好重，但是这个没有那个熏的味道。我们之前买的都是那种熏的红红的，熏味更重一点，这个就是本味比较重一点。干豆腐这个1块钱一根，买了2根，整个是卤的，卤完之后它就熏的，你看颜色是不均匀的，这种黄黄的就是熏的。我喜欢，够甜。它不止咸，这卤里面有汤汁，有卤味。多少？目前吃的最咸的就是汤了。但卤味还好重，鹅心20块钱一斤，不到半斤，数量挺多。他把鹅心抛开了，然后里面的淤血全整出去了，口感有点弹，还可以，没有什么怪味道，也挺香的。我最爱吃的是烤鹅和干豆腐。这个鹅真的好肥，好多油。这个鹅翅撕下来之后滴了好多的油，可能有很多干净的人士可能就会说，你这撕恶心死了，一手油汪汪的。这个我就想给卖家提个意见，如果说是他是。在这附近或吃啥的，就给他准备一个一次性手套就得了。我不知道他家有没有，反正我是没问，那姐姐也没给我。我吃好吃。嗯，鹅翅也好吃，就是他这个鹅真的好吃，味道好。三三想吃那个鹅翅，我再给你买几个鹅翅带走。再给我来几个鹅翅，3根。三个17，40一斤。带着这么多的回家。嗯，好，放在后头。刚才我们到兰溪的时候见了两个朋友，他们去参加婚礼去了。婚礼没开始之前我们走了。你现在打电话已经都到哪儿去了，我俩还没到呢，赶紧走，拜拜拜拜拜拜。这是工大附近的传奇小摊，有人说他家是哈尔滨最好吃的烤面筋，有人说在这里吃了10多年，有人愿意为他排队1个多小时。这个戴着黑手套的帅男人就是这一车串的主人，每天下午5点出摊，两辈人10多年风雨无阻，在护军街肛肠医院对面打下了一席之地。虽然叫高记西安烤面筋，但是老板是地道的河南人，而且这些烤串的味道远比面筋好吃。只要出摊就有很多人慕名来吃。腌制过的串2到6元价格不等，根据自己的实力和财力随便拿取，然后让串在桌子上自己排队。他没有地方坐了，咱就一会儿拿了在这地方录。这个是我的，不知道一点，我给你。
美食的啊，你能拍个视频记录一下。小花那块比我这圈，他那东西更全。人还挺多的，这个店有一点感觉到正常生活的气息。这是个啥牛肉啊？对，牛肉。这白的呢？白的猪，白的是羊肉。我好像各样都拿了，是吧？啊，38个码。啊，好。38，对，先吃。啊，行。要不会讲话。哎，好。烤的好有食欲哦，这个刚才烤的好大。哎，你这个太狰狞了。每一样吃，先吃一口。嗯，先尝尝，各样都挺好吃的。我看还有呢，这才是第一把，人好多的，看都在这排队呢。这俩人挺牛，踩着箱子搁这地方吃串喝啤酒，东西不是特别多啊，20多样，我刚才数了一下子，又好了一把啊。辣椒、石蛋、茄子饼、土豆片，还有牛肉串，这还有什么里脊啊？好像这饼烤的好好，好甜。石蛋，烤石蛋。烤饼好吃。要不要给你加个烤饼？不要。好希望有个桌子呀。鸡心啊。把这个毛给我拿掉。这不是毛，这是个刷子上的。啊，刷毛也算毛，你不要了啊？不要，有点腥。这是个啥串？对，鸡柳，它上面挂了一块辣椒。这个土豆片好吃，是吧？可有味儿了。他家主打面筋，好黏。这鱼豆腐烤的可好玩了，豆泡这个是不是好吃？凉的有点硬啊。一定要吃烤饼，烤饼好好吃。不说是会被骂的。吃完了。好吃，走了。烤饼一定要点，土豆片好吃。来来回回我才发现这是工大的侧门，我看到每一个从我身边过去的年轻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崇拜他们，我觉得他们好有文化啊，都是高分学生。走吧。这我那天都掐了。这也还行。我害怕。天晴。闭着眼睛往前冲去。店后开的啊？我这是先开的。啊，那个是后开的。那个后开的。我们那天吃的那个是他哥，哥哥被吃了，弟弟瑟瑟发抖。酱是啥？甜的吗？甜面酱就是啊，自己家调的酱就行。哦，那是酱料。它没有干料，就是酱。有孜然粉，孜然和辣椒，加糖啥的。这个菜单价钱还可以，除了腰子6块贵点，其他都挺便宜。高级烤面筋的炸串，还有安发桥的麻辣烫。我们今天去教化那边办事儿，就顺便买了点回去啊。我们到家了，现在就去吃。好饿了，感觉麻辣烫都坨住了。专门端个盆去的啊，车里面不太好放。串门买特别多。我主要愿意吃烤饼。麻辣烫，哎呀，时间太长了哈。但是粉确实没搁多少，所以基本上没坨着。麻辣烫我们之前拍过，这个呢前面大家也看了，所以就不过多的给大家展示了，我们就吃了。住在工大附近的和安发桥附近的，一定要去吃他家，这两家味道真的很好。这个4:30-5:00才开，然后这个安发桥全天都开。拜拜。豆腐卷、火腿肠，有鸡腿吗？鸡腿，我来个鸡腿。一共多少钱？这两加一瓶小的那个绿的。在外头吃饭的感觉真好啊！这是好久没来中央大街了。今天要吃板面。哈尔滨有很多很多的板面，我叫板面，三叫板面。哎，怎么叫都行，反正就是他啊。我们比较爱吃的就是这一家，叫安徽老贾板面王，因为我觉得他家是最正宗的。但是他家面条是细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宽面条。他做那个油泼是宽的，我一会儿问问他能不能板面也做成宽的。给大家解释一下，有很多人说，哎呀，到安徽没有吃板面，安徽板面都石家庄的。其实不是啊，咱们现在嘴里说的安徽板面就是太和板面，太和那边的板面比较出名，而且是羊肉板面。现在都6月中旬了，像我这种火力值低的。还有年龄大的人都会穿个外套，年龄大的人出现了，到了，有油泼是不是哥们儿？油泼面啊，有啊，板面能做成宽的吗？我要个小的板面，我加点那小配料。你都要加啥？鸡蛋、豆腐卷、青菜、火腿肠。油泼面我口味要重点，就是咸点的那些调料多放点。你家是安徽的吗？安徽哪儿啊？安徽阜阳派，这个是我的吗？这是二板面，辣正常呗。多放点辣椒。还有夹面里的，一开始在那下锅。豆腐卷、火腿肠，有鸡腿吗？鸡腿，我来个鸡腿。一共多少钱？这两加一瓶小的那个绿的。这些面我吃不了，所以我一般就拌上面那一块。以前来都是吃他家。
Thank you.
白菜的香味，之前吃的都是香菜，这是大头菜，就是包菜。我发现大头菜在炸串里头就是很好吃，因为它吸油，它能吸料汁儿。这是个猪肺啊，我就吃过那个面条炸的肺子，这是叫鸡心啥的，鸡心也都是切开了，把里面的血水都去掉了，因为我们之前吃烤串的时候，它没切开的，里面的都好腥。这几个就是小青菜，四季豆，这是杏鲍菇，这个是金针菇，外面包的干豆腐。你这是一样吃一口，我感觉你都快吃不过来了。菜花，鲍鱼丸，不是醋鲍鱼。哎呀，它就是长得像鲍鱼，跟鲍鱼没有任何关系。鲜蘑类的，炸完之后都能对入味，吸油。这个是鸡皮，像鸡皮，像肉皮，肉筋。嗯，不是鸡皮，是不是像筋皮？这是鸡皮，一直在找鸡皮。呀，对，这个才是鸡皮的口感嘛。板筋，这还可以，没有那么硬，那么老。拉丝热狗，这个热量巨大，这个好沉呢、啊，咬开里面绝对是爆浆拉丝。我看这丝儿。像拉了个条，没拉出来，拉出来就完了。里面是芝士，里面还有肉、外面是一层淀粉。这个的话可以让它炸的火候大一点，要不然那个玩意儿那个芝士不出拉丝儿。外面面粉有点太厚了啊。这是臭豆腐，别动。臭豆腐味儿挺足的，也没有那么干，好吃。鸡翅，鸡翅完了还有再一个。目前我吃到这些，可能这个鸡翅的外皮是炸最干的。最后一个尝完，鸡骨架。夜市卖这个比较多，好吃。现在没人阻止你了，你愿意吃哪样你吃哪样吧。牛，香。好像比较之下，我觉得肉好像没有菜好吃呢。不是鸡皮吃的。我们吃完了，一共113，加上香瓜，然后那个鸡翅是12，所有的加一起，我觉得除了鸡翅贵一点，然后那个腰子骚了一点，热狗稍微厚了一点，别的都没毛病，都非常好吃。然后剩了一点，我打包了，那个口感和味道真的好吃，香。香香，前面有个做核酸的，我做核酸，走了，拜拜。这个叫华盛顿美式慢烤猪肋排，酱汁是那种有点甜，然后有点咸。啊，你这块猪排没有骨头，有一点点碎骨让我嚼了。天气不错，现在快5点了，今天的午饭吃的太晚了，也算是晚饭，要去吃一个叫什么美式餐厅。今天嗓子不舒服。老管理带上我的中药，黑咖变成黄咖了，水冲多了，因为太晚了，你不敢冲太浓啊。我去买瓶乌龙茶，因为我也不喝酒，他们家都是酒。红虾精酿，美式餐厅，在外头还是在屋里吃？屋里吧，谈了两个券啊。嗯，咱们家有两个套餐，就是套餐只能用一个。嗯，那我要这个吧，再点点东西。我要个烤鸡加一个烤时蔬，这都是酒吗？对，都是酒。然后您直接上楼，完了我就在下面去帮您验。好嘞，上2楼。这是泰国的那个美食博主，他叫 Mark， 那个胖子真胖。我俩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刷短视频，刷到了张艺兴在美国吃那个叫什么烤的牛排，给我看得很馋，你知道吗？现在也想吃。虽然我们今天要的不是牛排，烤猪排也是美式的，他家是美式餐厅。我以前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记得，我团了两张券，不是广告啊，有个烤猪排88，然后有。我一共花了是73.6，是因为我抢到了啊。这顿饭还没有吃，但我最开心的原因就是我不用化妆出门，因为很近。这一口都没吃到嘴了啊，这来得太快了。这个叫华盛顿美式慢烤猪肋排，这还有个酱汁。现在我们开始吃吧。这猪排基本上是给切好了啊，还给了几个豇豆角，给色彩。旁边是没有酱的，你可以自己加点酱吧。建议你直接上手。味道可以，猪排烤的很软。很辣，酱汁是那种有点像照烧似的，有点甜，然后有点咸。啊，你这块猪排没有骨头，有一点点碎骨让我嚼了，又是一顿欺骗菜。这是地瓜条，美国也使大开缸了吗？三妹刚才说这个特别好吃，我刚才吃了一块，又粗又脆又香还甜，皇上地瓜。你把那个白奶油酱放中间呗，我想蘸一个。这是炼乳吧，还是酸奶？不是炼乳，炼乳很甜的，它不没那么甜。丘比沙拉酱，他说他这个是纯香版，没有那些甜的酸的东西。这个薯条真是太赞了啊，口感特别好，味道也特别好。哇哦，这个鸡看着不错。这是酥酱，给的酱汁是不少啊。我撕了鸡了，先吃鸡。
一会儿凉了，鸡腿儿。三三不愿意吃鸡腿，就给他个鸡腿的了。鸡翅是最好吃的味。那给你来个鸡翅。老外不喜欢吃鸡胸脯的吗？你吃吧。哎呀，这鸡翅好烫。刚烤出来的吗？鸡翅给你。嗯，味道可以，外皮是酥香的，里面还有汁水。鸡虽然不大，但生的是一只整鸡。这还有薯角，看着是挺饿的，到那吃两口完了就吃不动。这玩意儿真扎实。这三天不吃这腿，我吃吧。我好喜欢它这个蘸这个酱，非常清爽。这是一个小泡菜，叫美式泡菜是吧？这里面都有啥？黄瓜、胡萝卜、洋葱、白菜花、柠檬。它是有股酸酸的味道，不是那个咱们吃的四川泡菜的那种酸，是柠檬的酸。里面有黄瓜，它也是应该是买的酸黄瓜，只不过是它加了一些香料和柠檬之后，味道发生了一点改变。我刚才吃的那个白菜花就发甜，还挺好吃的，有一点点酸，还有点辣。这老板赠了一个这个，还赠了个冻杨梅、玉米片，这个就是薄薄脆脆。谢谢老板了。酱的味道是凉、酸、甜、辣，然后这个是脆香，它搁一起又不腻，还好吃。给你，这个就是那个香料花生啊，陈皮、花生和辣椒，好吃处有生牛丸、秋葵、西兰花、贝贝南瓜、倭瓜。大头菜、白菜花，蔬菜是没有味道的，它全靠上面扬的这些调料面，上面撒的这是一个花生碎和芝麻碎，就是香，没有辣味。撒点辣椒面，那辣椒面味这么熟呢？就好像你买那个辣椒，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翠红，因为我当时买过好几个辣椒面，但是味道好香。还有个意面，先吃你的面条，拿走吧。就这碟面吃完了，你也就基本到头了。坐外头有一个好处。就是人很凉快，但是也有个坏处，食物凉得很快，干得很快。这个杨梅一百，嗯，酸。三三总买罗森家的那个要冻杨梅，我们吃过那个，那个真的好吃。我是拿那个做对比的。猜我这周多少钱？这种店主要是靠卖酒，一共花了163块钱，能吃这么多肉简直太爽了，没吃完啊。打包了一条猪排，然后半块鸡，拿回家还有地瓜条，明天吃。下期再见，拜拜。可以自己断，四菜一粥，一共90块钱。我要吃个糖饼。糖饼还有吗？给我来一个糖饼。又碰见吵架的，1.5块是吧？这边还有炒货，有炒菜，还有吵架的，这边好生活哦。能在这吃吗？能，后面那个有棚，凉快的。啊，行，咱们有推荐的吗？家常菜，你就吃看吧。啊，都好吃。这也太多样了。来个地三鲜，溜双段都是啥？肉段还有啥是吧？肉段还有虾仁。然后来个溜双段，再来个鱼香茄子。住他家这附近就得了啊，他家这么多菜。每天来要一两个，完全可以不用做饭。这是吃的啥都有，还有烤冷面、大碴粥。我要喝大碴粥，我一会儿去买一个。多少钱？200。碗能借我吗？我在这喝。就，我一会儿再给你端过来。还有咸鸭蛋呢。这个桌子有点偏啊，那往那边倒，我赶紧喝两口。大碴粥就是这个玉米碴子，苞米碴子啊，玉米碴子有点见外的。红芸豆，一般好的大碴粥它会红芸豆放的多一点啊。您是故意把这厨房放到前面来的吗？对，稍微口稍微重点。我是不是要了两个麻烦的菜都要过油？好吃，来大米饭呢？啊，我要一个。可以自己断，上面是个蓝棚子，是不是颜色不好？是的，颜色没那么美。这是溜双段、肉段和虾仁，这个是地三鲜。三三吃了不少，辣椒、茄子和土豆片、鱼香切条。我还自以为我说的是鱼香鸡蛋呢，我让那大哥给我加了个酱炒蛋，东北的酱炒蛋简直一绝。来了，酱炒蛋放了青椒，东北的酱炒蛋也是香鸡酱。多数是自己家做的大酱，每家的酱味道都不一样。香气酱，香气酱是哈尔滨的一个特产。这个就是鱼香肉丝，
它是换成了切条，口味是一样的。好吧，会。这几个菜就是家常菜，但是照我们的口味做的，我觉得特别的好吃。一会儿可以打包带走？可以啊。我吃了一堆这个。好多这种小饭店的话，大家不愿意来，因为他觉得后厨脏或者看不见。您直接把灶头搬到前头来了，你就能看见现炒现做，干净卫生。我就看他那一黑板吃，是不是这老头？是不是这老头？嗯，豆少。那为什么外面买大碴豆都这么舍不得放豆？红云豆贵啊。那你可以贵一点吗？高于市场价，接受不了别人。我刚才尝那个溜双段特别好吃，我觉着可不可以直接溜那个虾仁儿？那个虾仁好好吃啊！这些菜我们其实吃不了的，但是我可以打包回去，明天早上吃。吃不完了，我们要打包了。嗯，我自个儿来吧，自个儿吧。刚才掘墓子大爷已经在后面开始骂人。操他妈，这我才不让去。他们四点夜市都开始出了啊！我们走了一共花了90块钱啊，量其实挺大的。我们你看那个盘子里都没有多大，它那个盘子很大。剩下的我们就拿回家去吃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